这是水温101度。我这是水温105度啊。两碗水，一碗面，把倒进去啊。关火。我也是两碗水，一碗面，把它倒进去啊。关火。搅搅啊。我也搅搅啊。一直给它搅啊，搅成都断了，搅不动了啊。我这个已经搅不动了，那就不搅了。然后按成个冰状，放点面粉。把它按成一个冰状，再放点面粉。再来这个吃饭炒菜用的油，搞点吃饭炒菜用的油。再把这个四边这个叠住，防止漏出来。然后这个油，再把这个四边叠起来，防止油漏出来。然后再给它油，让刚才放的这个油和面粉啊，充分的给这个面团融合。把刚放的油和面粉充分融合。老伙计们，等我一下，口渴了，我喝点牛奶。这是我在抖音双十一活动买的，领完红包更划算。抖音双十一搜索发现优价好物，11月4号到11月11号，每天0点到24点，搜索框搜索双十一红包，金额最高可达1111元红包，全平台都可以用。点评论区链接或进入商城搜索口令，直接领红包购买。红汤啊，是50克啊，50克红汤。然后这个面粉啊，10来克都中啊。拌匀就齐了，10克面粉拌匀都齐了。切成这个90克的小剂子，切成小剂子，先给它搓成圆了，对吧？然后一个大拇指摁进去，先搓圆啊，再用大拇指摁进去，然后转，然后转。你看这一路掏成了是吧？我的也掏成了。那个放糖馅，想吃甜的多放点哈。我闺蜜不爱吃甜的，那我就多放点糖。然后去都这样给它熟，看见没有？看见了，然后去都这样给它收，多的掐掉不要，多的掐掉不要，按边就可以了啊，按边就可以了啊。油温4-5成热啊，油温，我这个也有4-5成热。然后再给它下这个汤膏，然后再下这个汤膏。它不起来，你都白抹的。它起来了，我也不敢抹呀。勤翻点啊，这上色均匀啊。不勤翻也不行啊，你看。有一些都要炸开了，像这种的啊，就差不多了，这种是鼓鼓的啊。我勒个乖乖嘞，大哥，赶紧把你的手上链接吧，我必须买一双回来。这个炸出来会非常的酥脆哈。我这个也非常的酥脆，浅尝一口，非常好吃。嘤嘤嘤。